其实这应该是我们给王大陆的空间，因为虽然是复兴来，说要解约，那我们立的那些条件，而且是复兴主动说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解约，其实这些条件，就是3000万的解约金，他现在已经年满20岁了，他应该要自己要同意这份合约的内容，所以其实我们也在上面付诸了一个必须要是王大陆本人的同意。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对我来讲，这是一个我自己认为法律常识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。真的，我并没有仔细在估算他这3年来到底赚了多少钱。没有，可能没有一个艺人就是一进来就是，除非他是本来就有知名度的，所以他可以帮公司，就是不管帮他自己，然后也有赚很多的钱。在过程当中，不是说今天你签约到任何一个经纪公司，他都一定会保证有很高的收入，大陆是尽心尽力的。因为包括像排球明星，因为我们的公司的产量并不是，我们这份合约绝对是一个，是我们可以代表王大陆经营全世界的演艺事宜的一个代理合约，我们就可以代表他本人去经营他的演艺事宜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是跟公司不合，那是不是你的考虑可以是，你自己可以成立一个工作室，你可以找你自己想要信任或者是你想要就是一起工作的工作团队，可是你的经纪约还是 under 在我们这个公司下面。我说这样子的话，也不至于会让人家感觉到说你，就是不 follow 一个和法律的合约。你可以同意解约，可是，我不会跟你本人谈合约的条件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太伤感情。希望我们两个最后的相处，看到对方的脸是在谈分手的那张脸。我本人。我还是有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？如果说我对你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我应该也要自我反省，是我是不是在过程当中有一些就是没有善待艺人之类的，我愿意道歉。24岁、25岁了，他应该要有自己的判断。但我相信，就是他只是一时之间，他可能就是。没有想清楚，或者是一时之间对某些情绪的不满，他现在我不希望彼此之间的师徒情谊走向对立。我可以拿我们的微信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什么好？就是真的感情好的对话，有吗？很多、啊，要看啊，可以吗？真的要看？看一下，其实蛮多的啦。那因为。就是我们在开完少女时代之后，他开又开了10000公里的约定，我们两个共同会出来给大家。看到吗？往前冲，加油！然后他们说我会记在心里，感谢守护神。就是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对话。我真的真的很爱你，我不想让我的不开心变成对别人的伤害。跟你说的一样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会尽全力保护大家。然后我离开能够让这件事情告一个段落，谢谢你一路的爱，我也爱你。还有没有大头症？我不是那种人。